57岁嘅陈发用近年长住内地发展，早前佢就话放假翻香港陪86岁嘅爸爸倾偈饮茶，获得唔少网民大赞佢孝顺啦。最近陈发用又再拍片，分享佢同屋企只小狗嘅互动情节，仲亲自炮制咗狗狗食品。不过有网民就话陈发用拍摄嘅时候用咗滤镜，但系就俾满布青筋同埋浮肿嘅双手出卖咗佢嘅真实年纪。其实陈发用爱惜小动物，先至亲自煮狗狗食物，但系网民净系关心佢嘅年纪，完全系错晒重点啊！